官韩德赛先生他提说三个月之前哦，有台湾的这个网民在攻击他，让他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找到相关，因为他并没有指出是在哪里被攻击，在什么媒体什么平台被攻击，而且是三个月之前哦。那我们真的我们目前是没有找到相关的攻击的这个文章。注意一次哈，就是 VOE 这个大陆账号，那我们不是有他的发言吗？VOE 的发言那种，那我等一下还会贴这个 VOE 他的发言内容给大家看，来证明说他是一个大陆账号，然后被自由徐州电台哦做成模板来鼓动大陆的网民来张贴道歉。那刚刚那个 VOE 他有说这样挺好玩的哦，还请大家装个相片。你用了刚刚的那个黄孔的方糖的贴图之后，那现在我们早上查起来 Twitter 已经把它下架，好 Twitter 已经下架。但是想请问，是因为我们现在查到上百的贴文，然后大概40组的账号，目前查到都是来自中国的。对，我们目前所查到的都是，我们有秀出来，我们可以认定是大陆的账号，大陆账号。那